蔡秋珍老师，慈仁国小蔡秋珍老师，麻烦你站到跑道中间，让他们知道第国小、第四林口国小、第五工程国小、第六云林国小、第七斗六国小、第八正西国小、第九沟坝国小。 竞锦标赛大会开始，开幕典礼。 主席就位，运动员进场。 现在介绍我们斗六市的所有学校。
好，第一个学校是正东国小。正东国小在蔡校长的带领下，体育团队有软广队、游泳队、田径队都有优异的成绩。除了体育活动以外呢，各项才艺活动发掘学生的全方位才能，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正东国小真的是非常有福气。接下来第二个进场的是正南国小。正南国小在邱慧丽校长带领之下，社政四方，南里比邻，多元发展是正南国小推行的重点。文武双全是正南培养的能力，全人教育是正南坚持的理念。今天在运动场上，正南国小的小将们带着必胜的决心，创造更灿烂的金色童年。好，第三个要进场的是石榴国小。的均衡发展，历年来在校长还有全体教师的用心经营之下，班级体育社团的推动，落实了体育技能的学习，更是培养运动家的精神。尤其本校的木球队、棒球队、独轮车队更是屡创佳绩。今天呢，石榴小将们也会展现最高的运动家风范。第四个要进场的是林头国小。林头国小在曾志峰校长带领之下，林头健儿真正棒，男女有如杨家将，男生勇敢又好动，女生美丽又高尚，各项比赛样样行，跑跳丢掷样样通，各个是运动场上好选手，跳得高，跳得远，跑得快，敬请大家拭目以待。接下来要进场的是丰城国小。丰城的愿景阳光，丰城的愿景是乐观、积极、尊重、感恩，充满阳光活力的丰城国小田径队在各项比赛荣获佳绩。男生帅气又优异，女生正点加活力，相信在林明渊校长的带领之下，今天在操场上的成绩和风采一定是属于飞跃的功臣。接下来进场的是云林国小。云林国小创校于82年，是一所在地优质的指标性学校，除了成绩优异，这些年在魏校长的带领下，学校积极推动健康体育乐趣化的教学，今年更在规律的安排下，选手们屡创佳绩。今天上场的田径选手是允文允武的孩子们，希望能够在这次的运动上拔得头筹。接下来是斗六国小。斗六国小的学生在动感、音感、美感三感教育的熏陶之下，个个朝气蓬勃、健康活泼、允文允武、创意十足。在黄校长的带领之下，选手们更将发挥争取荣誉、超越自我的运动家精神。好，接着是正西国小。正西国小是历史最优秀的，好，在这边跟大家问好。好，正西国小不仅在音乐比赛很厉害，在体育方面，尤其是棒球与田径，更是屡创佳绩。好，那正西国小，他们在爱在正西，传承温馨，卓越创新，一起邀请大家来共享正新的创新与未来。
第九个要进场的是勾霸国小，勾霸国小是斗六区第二老校，是一个温馨而友善的校园。勾霸国小学生展现的是最美的纯真笑容，学校虽然已经100岁了，可是呈现出来是老而不旧，有着创新活泼的气息。师生在自然优美的进教中，含有人文气息。第十个要进场的学校是西周国小，西周国小也是超过一甲子的学校了，在林校长的带领之下，以健康、活泼、快乐、感恩为学校愿景。西周国小以深八股、软式网球还有田径为学校的发展特色，希望在今天的比赛也可以获得好成绩。第十一个要进场的是宝藏国小，到过宝藏的观众都会觉得哇，真是美丽的校园。其实宝藏国小不只有自然环境，还包括玉山图书馆、爱的书库等等丰富的教学资源。这次呢，市长杯的田径赛，在沈校长的带领之下，必定全力以赴，为自己也为学校争取佳绩。好，最后要进场的是梅林国小。梅林国小位于斗六市最东边，学校总数69人，学区内有湖山水库，还有斗六湖山寺，环境优雅，是斗六唯一靠山的小学。学校现在发展的是有足球、国乐及太鼓。好，我们谢谢所有精神抖擞的运动员。全体肃立。好，请台上的长官及来宾起立，唱国歌。
今天非常感谢所有的国小，所有的来宾，所有的贵宾来参与我们斗六市市长杯田径锦标赛的盛会。现在我来介绍今天来参加的所有的贵宾。我们的县长张立善今天因为在忙哈，他特别派我们的何俊君何秘书。我们斗六市代表会，我们的前主席也是我们现任的市民代表，我们的徐百芳代表。市民代表我们的张志斌张代表。市民代表我们的孙美玲孙代表。工程国小林明烟林校长。石榴国小王立安王校长王主任。镇西国小我们的张锦哲张校长。林口国小曾志峰曾校长。西周国小林俊杰林校长。梅林国小我们的陈云纯陈校长。镇东国小我们的蔡淑林蔡校长。云林国小我们的魏国显魏校长。斗六国中林俊贤林校长。斗六国小黄启明黄校长。宝昌国小我们的沈荣贵沈校长。以上是今天所参与的各位嘉宾哈啊，如果没有刚才没有跟大家称呼到的哈啊，容许哦，等一下哈啊，那个签到簿再来的时候，我再跟各位介绍。主席致辞。谢谢哈，谢谢我们的主持人，与会参与这一次斗六市市长杯田径锦标赛所有的嘉宾、所有的贵宾，还有所有国小的同学、所有的老师、所有的裁判，大家早，大家好。非常感谢今天啊，斗六市有十二所国小同一个时间啊哈，来同台竞技，在斗六市长杯的田径锦标赛来参与这一场盛会。新的一年刚到，为了提升运动的风气哈，啊，我们斗六市公所特别邀请啊十二所哈啊国小共同参加田径锦标赛市长杯的田径锦标赛，要用热闹的赛事为新的一年展开新的序幕。今年参赛的学校有镇东、镇南、石榴、林头、工程、云林、斗六、镇西、东坝、西周、宝长以及梅林十二所的学校，参与的人数哈也是啊哈啊历年来最多190个人参加哈啊，在去年的云林县中小学的人人运动会当中哈啊，我们的斗六市在国小女童的田赛取得了冠军以及竞赛亚军的好成绩哈，所以今年的市长杯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啊哈卯足全力啊啊，期待这一次的赛事可以百尺竿头，在锦标赛中有所进步，前进今年的运动会云林县的县令，我们再创佳绩。健康啊，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想要健康就一定不能忘了运动，养成好的运动习惯，从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哈，
我们的选手虽然年纪都很小哈，但是啊，在刚才还没开赛的当中哈，看到大家在跑400接力、在跳远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知道哈，每个小朋友都身怀绝技，而且朝气十足啊哈，相信平时的认真啊。练习啊哈，也期许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认识更多的朋友，创造出更好的佳绩。在斗六市的未来哈，我们这四年的施政当中啊，现在陆陆续续在明德北路桥下，我们也打造了一个风雨的篮球场啊，现在已经开始在施工哈。预计半年内啊，这个风雨篮球场会全面更新哈啊，让爱好运动的所有的好朋友有一个哈啊，在下雨的时候啊，也算有一个所在哈，可以去打篮球。我们也期许啊，在未来的斗六四年，我们要打造啊更多的风雨的排球场、风雨的溜冰场，甚至风雨的网球场哈。啊，这是我们的目标跟愿景，我们也希望把斗六市所有爱好运动的好朋友哈，大家可以齐聚一堂，一起运动哈，也算讲啊，运动强身了哈，因为啊哈啊，运动是人生最大的健康啊哈，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了哈，也期许啊这一次的运动会可以啊创造出更好的佳绩。在这边了哈啊，敬祝与会所有的贵宾、所有的选手心想事成，新的一年大家啊吉祥平安，诸事大吉，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市长的勉励及祝福。来宾致辞，在来宾致辞的方面哈，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的斗六国中哈啊，我们最优秀的我们的林俊贤林校长替我们致辞。我们斗六市的大家长林市长，还有在场的我们代表会的几位代表，还有我们张立善县长的秘书和秘书，还有我们所有的国小的校长们，以及斗六公所的所有工作团队伙伴，还有在场的所有小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也很荣幸来参加我们斗六市市长杯的国小田径锦标赛。那么，我今天要特别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其实哦，我刚到斗六国中当校长，今年是第四年。很多跟斗六市比较不熟的人会问说：“哎，斗六国中，我对面这个田径场好棒哦，哎，阳明好好哎，我们拍谁很喜欢呢？那是正东国小的吗？哎，也不是。”这个田径场是归斗六市公所的，包含我们隔壁的网球场，现在刚成立的棒垒球场，都是斗六市公所的。那我要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其实斗六市我们的小朋友是非常幸福的，以全云林县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标准的田径场，有这么样好的运动设施，全云林县除了斗南田径场以外，就是我们斗六市的田径场。斗南田径场旁边还没有软网，还没有棒垒球的运动设施，可见我们斗六市公所对我们同学，甚至对我们整个市民在运动设施上投注的关心是非常多的。更重要的，长期来斗六市公所对我们斗六市的国中、国小小朋友，不管在田径，在各项比赛上给予很多的支持，甚至很多经费、奖助、学金的赞助。我觉得我们的小朋友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斗六市长以及斗六公所的团队给一个热烈的掌声？好，谢谢市长跟市公所的团队给我们斗六市这些国中小真的长久以来非常大的关注与帮忙。那么最后，校长要在这边祝福今天所有与会的所有小朋友们，都能够展现自己平常练习的最佳成果，突破自己，创造佳绩。也祝福所有与会的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林校长。
团体运动员李正。于仅代表全体运动员以热忱快乐的心情参加比赛，遵守竞赛规则，服从裁判判决，并以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经最大的努力争取最高的荣誉，宣誓代表正南国小林孟威警示，中华民国108年1月4日宣誓毕。现在请各位老师把运动员带到休息区，我们要进行接下来的比赛。来共襄盛举。女童组3000，第二名云林国小王雨晴，第三名镇南国小廖艺昕，第3000竞走女童组，第一名镇南国小李佩菲，第二名镇南国小张博涵，第三名镇南国小王新云。3000竞走男童组第一名镇南国小郑瑞全，第二名镇南国小郭怡佑，第三名工程国小林泽东。李佳敏，来敬礼，他发敬礼的。音乐班的，真的，好厉害。我这样反正我要垒球，垒球，垒球，班垒球，垒球第一啊。还有，第一，这里的第一。0931，这两辆车
挡住别人的车库要出入了哈。福特0735GM、Toyota 13093B 这两辆车，麻烦车主移动一下，谢谢。3000公尺竞走，男同组第一名郑南郑瑞全，第二名郑南郭怡佑，两位请赶快到台前来。你要请坐这边，你要请坐这边，站这边，站。那不要，来，你这边，你这边。来来来，过来，过来，来上台。还要敬礼，恭喜啊！恭喜恭喜！大伯，大伯，恭喜！你要颁奖啊！来，一礼哦，恭喜！来，抬起来，抬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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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兵的，来，来，来。男女同三项铅球，广告女同三项铅球，广告女同三项铅球，没有了，广告女同三项铅球，莫名其妙，这女生是错的。
都没有跳起来，后面要跳起来啊！斗六国小刘明凯，八号工程国小曾玉胜 ，OK， 等一下按照号码好不好？来一号，徐州。廖俊伟四号，好不好？正南国小马新辉五号，拿了拿了，不要再问了，我再讲一次，请你们注意听，好不好？我再讲一次，请你注意听。Thank you.